釜山国際映画祭ワールドプレミア大喝采、日本人監督初の中国4000スクリーン超拡大公開作品がついに日本上陸。孤独な時計修理師の青年が出会った。你还是真是迟钝。迟钝是什么？就是说你很呆。双子の姉ルオランと妹のルーメイ。跟我一样的脸，可是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喜欢若兰什么地方？我所选择的人生，总是被他抢走。我们偶尔换换角色不就好了？这样就能享受双倍的人生了。在非洲东部印度洋上，一艘从毛里求斯出发的游艇与渔船发生冲撞事故。好久不见。真是这个样子吗？电话是不可能的。是如妹。你是谁？说。我究竟是谁？あなたは愛の迷宮から抜け出せるか。真夜中の5分前。